摸哪里是想压抑不安感，摸哪里是希望能够保持平静，压抑不安感。哎，下巴是思考是吧？下巴是其实在思考东西，因为常在跟他聊天的时候都会这样，我在想这样好不好？对，摸嘴唇不是一种很挑逗的行为吗？对啊，像你如果对着我摸嘴唇，我会有感觉啊，不是许志豪，你在忙什么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